开心锤锤对战逢魔石王，究竟谁更强？一边是锤星最强的开挂能手，一边是至高至强的逢魔石王，究竟谁能更胜一筹？支持开心锤锤的扣一，支持逢魔石王的扣二。开心锤锤我们都很熟悉了，作为锤星的开挂能手，几乎拥有绝对的运气加持，每次遇到危险都能变化各种形态，而且每个形态都有超强的战斗力，同时他还很有研发精神，自己研发了最强幻术灵魂升天，可以迷惑敌人，一招制敌。还有锤爸锤妈的科技能力加持，可谓是实力和外挂双双满级。伏魔石的力量也大到惊人，百吨的重量就在一拳一掌间，这么强大的力量，锤锤区区人类真的能扛住吗？哎，可别小瞧了锤锤，化身一拳超人形态，在末日之战中单挑怪兽，大战哥斯拉，使出盾牌就完爆伏地魔，所以锤锤不管从战术还是变化来说都是绝对的王者。而伏魔石王的骑士之力也不容小觑，他可以随意使用骑士的任何能力和道具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力量级大成者，甚至还可以召唤各个年代的假面骑士协助他一起战斗，战斗力爆棚。不过这波自带外援的操作，我们锤锤也丝毫不怂，你能召唤出不同形态的人对战，我也能召集全宇宙的强者相助，论人头咱们锤锤也不输。这时逢魔石王开启所有传感器接收信息，整合并分析，让自己快速调整速率适应战斗，这一招能在逐渐迷乱的战斗中快速冷静下来，分析敌我优势，抢占先机，预判局势。但是锤锤可是名副其实的挂王，战斗中极难猜中他下一步的想法，而且锤锤战斗也并非纯粹依靠武力，所以当锤锤出其不意使出龟派气功，然后迅速使出护体罡气，甚至直接开启服务器之主形态主宰一切，此刻锤锤的攻击和防御能力升至最佳，就是石王使出时空暂停的技能也无法扭转战局，所以这一轮锤锤完胜。你还有哪些想看到的对战名场面，快来评论区告诉我吧。